作，忙完了。嗯，不管撒娇也好，还是你一直去撒娇，今儿把事办了，明天。您亲自上厕所呀？您亲自上厕所呀？哎呀，别呀！我都跟夏明下军令状了，我今天必须带签字的合同回去，我都没脸回去了。那怎么办？那我要不给你签，我要是回了家，你还能追我家去？你就是我回家，你还得追到家里边。您家在哪？您家在哪？啊，丢脸！丢脸！知道吧？啊，对吧？我觉得什么早知道你们这个累的，就是你这意思，我要是回家的话，你就能追我家里去了。您家在哪？我给你拿去。啊，赶紧拿起来。摁了，对，摁了。我今天给你签了。手机呢？哎，眼镜，走不走？你的眼镜，不要了。没用，大家的女人会。